这个阿姨没逼了，就要出老千了。你先别管了，先把工作给找了。找，你没看到我的态度吗？你给这个厨编这么高，槟榔冰成这个样子，高窝大宝藏没个十几万找不了的，这么冰颜色还这么正点，槟榔很稀缺的，大锤哦，有你了，那我赶紧找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哎，你们两个人真的是。我真的被你这个贱人气死了。你预算有多少？我跟粉丝说预算8000啊。这个东西8万块都买不了，你怎么8000嘛？姐姐们你们评评理，你预算8000是涨不了的，太冰了，这么难你。剪辑给我擦张图给他们看清楚。你就涨个8000。好贱啊你。长得漂亮的吗？你不问你图片给他干我8000，怎么找怎么漂亮的起来嘛？可以的。天天就可以的啊，去找。我现在看你真的越来越不顺眼，不开玩笑。这挺好的，能给你心理添堵，我觉得真的很舒坦，真的太舒坦了，爽。哎，没钱的，我看你要货钱啊。哎，这漂亮，天空蓝，你看多冰啊，立马跟小果冻一样，这个做出来就像一个果冻条，戴在手上，但这个就是圈太小了一点点，而且它是做圆条的料子，不会做正圈，做正圈的话要削掉一半，那太浪费了。先把蓝色冲泡，再逛逛看看吧。那蓝纸呢？天哪，你就撕烂了，我还怎么办？天空蓝的，这里没有啊。又来捅我嘴啊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这被这贱人害了。现在半口人都很讨厌我，你又怎么办？这两条也不错，但是有点大了。刚刚那太小，有点大，再看一下。这几条其实也是天空蓝的，但是有点淡，也是淡了一点点，而且是做圆条的，不是做正圈。但是这几条种水相当好，整条都是跟果冻一样的，底子很细，然后还这么冰透，这一手的，它不单卖，它的漂亮，你看跟果冻一样，还有点光感。但它这个有点蓝青色，还是天空蓝的料吧，但它有点，有时候有点泛绿的感觉，蓝绿色分不清，有些材料就是这样的，自然光看，它这样又有一点点绿了。那一个价格买到两个颜色，我就不知道买不买得下来。这个种水很好的，待会给它摸摸看，你摸一下吧。种水倒是非常漂亮，整条的话做出来就像果冻一样的，但手上还好看。你看我这种小黑手戴起来都美，就别说姐姐戴起来多好看了。但这种材料贵啊，这条卖多少呢？这条单条的，这不是一手一手的，给它卖了。旁边好像有点裂，不知道能不能去掉。还有裂啊？有啊，这去不掉的话就变瑕疵了，这个有毒性啊。你早早就没了吗？啊，不一定的，卖多少钱？毛完毛病再谈价。这里有点小别，我这个圈又扣不了圈。你看你卖多少钱？1万5，3000吧。你不跟你开玩笑，你看你这里多少钱？不跟你扯了，1万块，你要拿走，给我扯。怎么一个个对我的态度都这么讨厌我一样的，好难受啊！哎，你给的价都白了价。7000吧。茶罢了。买啦！我都不想喝茶，我都怕你茶下毒呢。我现在你这么讨厌我，7000吧，差距不大了。啊，这种水真好，这条真的，1万也不贵。他要是没这个裂，我1万拿走了。我那姐加2000，这个东西买心满意足。这有裂，我怕去不掉，那去掉就完美。进来多少？8000，辉哥8000卖了，辉哥。别卖，收蛋了啊！我转你了，转你了啊！转你了，不说了，谢谢了啊！多少钱？